在檢查曬裝備之後，水警的同事就會出海面巡邏，執行水上安全的任務。今天我們同大家一起上水警輪，了解一下他們的日常工作。水警輪11號是一隻中型巡邏船，主要負責巡邏各水域。每一間通常船上面會有5名的同事當值。好，我哋準備解纜出去巡邏。好，謝謝。阿欣、柳榮、有為，我哋一陣間會派埋前面一隻漁船，你哋三個上去睇下船隊入邊有冇非法入境者。收到。好，過上而家我哋派埋呢隻漁船到啦。收到。我在水警輪上面的工作就是做飛電員的角色啦。咁飛電員的角色就包括誒對外通訊啦，同電台保持聯絡啦，查身份證等等啦，同埋一啲記錄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喺出面巡邏的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會對唔同嘅船會查佢哋嘅船牌啦。咁有時候我哋會上去船上面同啲船家傾下偈，咁了解一下。他哋最近有冇見到啲可疑嘅船隻啊，或者人物啊咁樣，從而打好呢個警民關係啦。另外，我哋亦都會定時會派一啲嘅宣傳單張俾佢哋，加強佢哋嘅防罪意識啦。幫我哋，係啦，我哋隨時都會過嚟嘅，係啦。係 OK 啊，胡哥，冇問題，你哋翻過嚟啦。好，收到。而家咧，水警總區女警嘅數目咧係比以前多咗嘅，所以咧男同事咧已經習慣咧同我哋一齊工作噶啦。而我哋咧，女警同男警嘅工作咧，係大致嘅相同嘅。例如咧，出船之前咧，我哋會上船啦，檢查船上嘅裝備。喺靠泊碼頭或者離開碼頭咧，我哋會幫手搭纜啦，或者解纜嘅工作。咁喺船上咧，我哋會幫手咧繪畫海圖啦，同埋進行咧查船嘅工作。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會押解犯人啦，同埋幫手咧將病人咧送去醫院嘅。公安追緊船啊，追到去 Conic 啊！而家我哋喺雙獅門 stand by。我喺船上邊嘅角色咧，主要係瞭望員啦。我哋除咗喺海上面巡邏之外，亦都會去一啲冇警力駐守嘅離島啦，做一個巡邏啦。例如我哋南分區嘅蒲台島啦。我哋嚟到島上嘅時候咧，咁啊會同一啲居民傾下偈，了解一下島上嘅情況啦。咁同埋提高一下啲居民嘅防盜嘅意識啦，因為蒲台島咧星期一至五咧都係比較人少嘅，只係星期六同埋日咧咁啊多啲遊客同埋居民。我哋會提醒居民咧做好佢嘅防盜措施嘅。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巡邏以外咧，亦都會自查一啲船隻啊，檢查佢嗰啲營業執照啊，檢查佢啲牌保同埋救生救火嘅設備嘅，亦都提醒佢咧做好一個駕駛良好嘅態度啦。阿欣、有為同埋阿榮喺水警輪上面負責唔同嘅任務。他哋喺水警工作咗都超過兩年，各有各唔同嘅感受。我之前咧就喺陸上警區嗰度駐守嘅，咁我覺得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喺陸上警區駐守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都要單獨去處理一啲案件。咁但係喺水警輪上面咧，如果處理一啲案件嘅時候咧，都係成crew人去處理嘅。咁啊個合作性同埋嗰個團結性啊比較重要啲啦。咁另外咧。我自己覺得加入咗水警之後咧，學到好多好專業嘅航海知識啦，同埋可以考取一啲好專業嘅航海嘅牌照啦。咁呢啲嘅知識咧，又可以令到我可以去服務市民咧，我覺得好開心嘅。我加入咗水警兩年啦，我最記得咧就係舊年12月1日南丫海難事件啦。我當時工作在指揮中心調配水警南分區的警輪啦，做一個搜救和打撈的工作啦。當發現每一具遺體的時候咧，我亦都十分難過、十分傷心嘅。咁但係我哋都要 keep 住好我哋嘅心態，做好我哋嘅工作。最後我哋用咗接近30个钟头咧，先完成曬成個嘅行動嘅。呢件事件咧令到我十分難忘嘅。相比以往咧喺陸上嘅工作咧，我喺水警咧學咗好多唔同嘅知識啦，例如航海嘅知識啦，包括啦打風賴蒲啦。拋撈啦，同埋繪畫海圖等等。
另外我是需要考取專業的航海資格，所以我覺得水警的工作是非常專業和具有挑戰性的。看過連續幾個星期的水警特輯《水上雄獅》，相信大家對水警的工作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了。KJ， 再過幾天就是重陽節了。早前我們報道過荃灣路圍在重陽節期間會有交通改道措施，而在將軍澳亦有類似的安排，一起看看。10月13日就是重陽節了，不少市民都會趁著週末或者假期來到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這裡進行掃墓。為了確保掃墓人士的安全和保持交通暢順，在墳場範圍將會實施一系列的封路措施。由10月12日至11月3日這段期間的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除了緊急救援車輛、特別服務14號 S 巴士、靈車又或者獲得墳場發出有效許可證的車輛外，其他的車輛是一律不准駛入墳場範圍。在重陽節當日，這個範圍將會實施全面性的封路，由上午的5:30至晚上8:00，除了緊急救援車輛之外，其他的車輛是一律不准駛入墳場範圍，請各位駕駛人士留意。在當日，特別服務14號 S 巴士將不會提供服務，數目人士可以利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位於高超道的通道，或者位於港鐵調景嶺站對面的華永行人徑步行前往墳場。最後提醒大家，由於現場人多擠迫，大家記得遵守在場警務人員或者墳場保安人員的指示，在拜祭之後記得清理帶來的物品，不要遺下火種。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關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封路措施，請瀏覽以下網頁。在重陽節期間會前往掃墓的人士，就要記住留意剛才的交通改道消息了。接著一名失蹤人士想大家提供消息，他在灣仔地區失蹤，一起去現場看看。以下有一名失蹤人士想大家提供消息，大家有冇見過相中的呢名男子任遠明？他今年56歲，身高1.64米，體重約120磅，瘦身材、長面型，留有黑色嘅短髮。他今年嘅8月9日離開咗灣仔嘅服務中心之後，就一直下落不明。我喺度作出呼籲，大家近日有冇見過呢名失蹤嘅中國籍男子任遠明？又或者可以提供到佢嘅下落啦？如果有的話，請盡快同港島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的同事聯絡，他們的電話是2860-6490 2860-6490。又到了今集警訊的有獎問答遊戲環節了，我們先來看看上集的答案和得獎者。而今集的問題是，水警的水事訓練在什麼地方進行呢？ A 消防處潛水基地， D 警察機動部隊總部， C 警察訓練學院。知道答案的觀眾就快啲將答案連同姓名、身份證號碼頭5個字同埋聯絡電話寄嚟九龍廣播道1號 A 香港電台電視大廈警訊有獎問答遊戲收。答中而又被抽中的朋友，我哋會有專人通知你嚟領獎噶。今集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同大家一齊睇下早前由鐵路警區同港鐵公司合辦，名為《睜明眼防罪案預罪案即舉報》嘅宣傳活動同好乘客頒獎典禮。今次活動的主要目的咧，係表揚一啲見義勇為、協助警方撲滅罪行的好乘客。係啊，佢哋目擊到罪案啦，唔單止唔驚，咁仲挺身而出舉報，真係好值得表揚噶。咁不如喺節目結束之前，我哋一齊去睇下當日頒獎禮嘅情況啊！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